国军部队在台北近郊举行了一次军帖演习，总统亲临校阅，国民大会代表、立法院、监察院两院委员、省市议会议员和政府各级首长、各国驻华武官、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团员等2000多人都应邀观礼。军帖演习主要是在校阅国军部队在战时动员令颁发以后，补充新兵入伍参加战时工作的情况。在这次检阅的部队中，就有相当数目的士兵是最近奉召集令的补充兵，他们曾经受到短期训练后退伍返乡。在这次举行演习的时候，临时征召返回部队，我们看到他们的动作的确是整齐，使得在场参观的都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。阅兵指挥官报告，分列式开始。校阅完毕，总统训话，他勉励全体要勇敢诚实、刻苦耐劳、服从命令、尽忠职守、肩负起保国为民的责任。